紧要起啊，对不？啊，后来呢，这个原住民，伊就做什么物件？老鼠陷阱。哦，陷阱呐！啊，大家安怎讲啊？老师，有听到无？听迄个姐姐讲哈，妈妈讲。来，姐姐教这个小朋友台语，哈，后来就做什么东西啊？喊字，喊字，他大声的啦，哈，来。喊字，喊字，对呀，哈。那时阵呢，伊这看到要吃，就拢做有力嘞。开始做什么物件？咸蔗。对呀，咸蔗。哦，这咸蔗呢，较早呢是用。我管。黄蔗。好，早期呢，我们这个原住民呢，做这个咸蔗呢，他们都是用什么东西啊？石头啊，用石头做的啊。啊，为了你们的这个安全呢，我们就用这个什么东西啊？木头。哎，大家按照讲啊。插头。插。什么啦？什么？嗯。哦，什么？什么？哦，什么？对啊。哦。较大只的叫什么？哦啊，板子呢？棒啊。棒啊哈。咱都改不卖用石头，因为石头收重啊。嗯。哦，今日来咧，等下哈，试看卖哈。我断掉。哇，我压到哈。那都用这些的绑啊，哈，插绑啊，哦，那讲我们开始之前呢，第一个要有什么东西啊？木头，扣子哦，好，扣子棒吧。第一个一定要用这个什么东西啊？这个英文怎么讲啊？歪呀，哈，第一个要有这个什么东西啊？歪字形啊，啊，再过来这个呢？哦，啊，勾就好了哈。一定有这个两根啊、哦，这桌呢，哦，这桌呢，早期我们这个原住民都没有这个绳子嘛，完全要靠什么东西啊？树枝、藤呐。啊，树藤。这个藤呢，是不像一般的，这个如果说爬山的时候，这可以救你们啊。因为这个桌呢，好、哦，你去看，你们要认识它的叶子，这个叶子呢，一般都有。可是呢，这个关键，如果说我们万一去山上不小心啊，发生状况啊，这个都可以救你。这时候呢，哈、啊，注意看这个藤蔓呢，以前啊，有一个猎人呢，他去山上去他的田里看的时候，突然间出现什么东西啊？啥？你要吃？山猪啊！突然间那个山猪呢，在吃他的这个农作，这时候跟猎人呢怎么样？哇，这个猎人呢怎么样啊？开枪，嘣！这个枪。这个山猪呢就被打中，可是呢这个猎人呢太紧张了，就打到屁股啊，哦，这时候呢这个山猪是怎么样啊？发狂了，就开始流血了，对不对？流血之后呢，这个猎人就马上怎么样啊？止血，马上去追嘛，对不对？你在追的时候，这个山猪是不是越跑越远？是不是？它的血是不是会流的越多？对不对？它就停下来，按照那个血那个痕迹。对，追到100公尺的时候，这个猎人呢想说，这个山猪啊，可能不用到300公尺就死掉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在流血。可是呢，这个猎人呢，怎么追啊？追了200公尺的时候，他这个旁边这个草原啊，他都没有咬，只有这个东西呢，这个山猪呢，每一个叶子呢，边跑边吃啊。这个山猪呢，边跑就边咬这个叶子，有没有看到？那时候呢，这个山猪呢，跑了300公尺的时候，这个山猪有没有死啊？还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它那个是公猪。哇，你看看你们这个小朋友，就可爱了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讲什么，都讲出来了，答案都讲出来。吃的它就吃血。对，昨天应该你就吃这个就好了，就没事了。跑那么远了、啊，因为你不早点到来嘛、啊。没有，我是不敢给你吃啊，吃了那我那出状况，那我就死定了我、啊。所以说嘛，我等下这个叶子、啊，没关系，浪费10几万你没关系。对，所以说这个等下叶子啊，带回家里吃看看有没有问题、啊。然后跟弟弟分享，然后这时候呢，这个山猪呢，这个猎人就发现到这个叶子呢，被这个山猪咬了，边咬边跑。这时候呢，这个山猪呢跑了300公尺之后呢，怎么样？又不见了。不是拉他。你怎么知道痕迹都不见了？请他给你一个位置，都已经止血了。所以说嘛，这时候这个我们人，你要跟他问，这时候我们这个猎人成长。原来哈，我们去山上啊，原来这个植物呢可以止血。那
万一我们到山上不小心怎么样，工作大哟啊！不要不要，有没有？喊到的时候怎么办？就像你一样，嘴尖，不要乱叫，也不用紧张。把那个琴。